星光夜总会越夜越嗨，听说现在从我们尊贵的 Volvo 礼车上下来的来头不小啊！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以及正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手机可以开始截图了。入围了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超级三巨头，痛狗、顺哥、可丽姐已经抵达我们的星光红毯了。超级夜总会暌违十年再次进入到金钟殿堂，三人分工主持并引导现场的观众一起进入互动的环节，创造时而欢乐时而感动的氛围，让节目非常精彩而且也有看头。到底今天能不能再度把金钟讲座搬回家呢？绝对是今天的暗示用清洗大熊该注意的代志。各位观众好朋友，最大声让我们一起来喊超级夜总会雄青来做会，耶！现在是就感动的啦。这边想要问一下三位哦，节目到现在已经13年呀，不论风吹日晒雨淋，从来没有缺席过。想要问一下，一直让你们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？观众朋友们喜爱，那我们就必须要尽责任，因为缺一个都不行，所以我们大家一直喜欢，我们就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真的，常常看到那个永清朋友的眼神哦，你会以为你才刚从他们家走出来，就这么像家人。真的，所以我觉得说呢，我对于他们的陪伴。陪伴他们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支撑我们的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。真的，现场有人巴肚枵不？哇！紧登去吃饭。其实呢，我的一辈子呢都希望别人开心快乐，所以呢能够在这个队伍里面，我就觉得呢我自己也无比的开心快乐。想问，如果现场的朋友你觉得你看超级夜总会觉得非常感动又开心，来点尖叫声好不好？那这边也想要问一下。那是讲得奖啊，你没有想说要怎么样的庆祝一下吗？啊，庆祝一下，嘿，要来一段什么？祥狮献瑞，祥狮献，今天祥狮献瑞力道不够，所以麻姑献寿。是这样子献寿是不是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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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你们今晚一定会美梦成真，把讲座带回家了。欢迎你们，谢谢你们来，恭喜恭喜。